大家好，这个祝福大家龙年行大运呐！我们又来到了一年的春节啊，农历春节。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呢，心想事成啊，要做什么事情呢？每一件事情都能圆满，都能够成功。这个龙年呢，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呢，是表示吉祥啊，龙年行大运啊，龙飞虎跃啊，是我们这一年里面呢。方方面面呢，都要有很好的成绩出来。不管你做生意啊、读书啊、这个找工作啊等等，都有很圆满的一面啊。我们从龙年开始，大家一切顺利，祝福大家新春快乐啊！这个龙年行大运。